豆子的酸酸的味道，因为加了乳酸菌的问题。香油，你不喜欢酸酸的？没有，我是怕太有挑战性。这么有挑战性，你很有挑战性。你在喝中药是不是啊？中药我不怕。好，那小姐要逛吗？还要逛吗？还是要结账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好，那我们就去。这个是你要跟我去结？对，我跟你结一下。对啊，因为我跟你结的话，有一瓶是送我的。